然后看这里哦，他说 N 边形，这 N 边形可以连成几条对角线。其实啊，老师跟大家讲一个现象，我们先不要看 N 边形，四边形有几个对角线？四边形有几个顶点？四个顶点。这四个顶点其实可以交错出几条直线？六条直线是西的，四取二是有六条。但是老师问你，这四个边算不算对角线？不算，所以说把四个边要扣掉，剩下中间这两条才叫对角线嘛。所以说同理，今天几边形 ？N 边形可以几个对角线？几的 N 取二，所以 N 边形要 N 个顶点可以连成这么多条直线，对不对？几的 N 取二这么多条直线，但是要对角线，这外面 N 个边算不算？不算 ，N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算出来可以写成二分之 N。乘上 n 减一，对吧？西二 n 取二怎么算 ？n 往下写两个嘛，再除以几阶？二阶，再结论几 n， 所以把它乘开，变二分之 n 平方减 n 再减二 n， 总共减几 n？ 三 n 是出来了。各位，可以好，把这边看一下。